巴切莱特在去年十二月的决选中大获全胜，但是在他再度出任智利总统期间，没有任何目标能够轻易实现。这位温和的社会党人誓言改革教育和税收，但在经济放缓和预算吃紧的情况下，推动这两项改革并非易事。观察人士说，智利人特别是学生会毫不犹豫地走上街头要求他开始改革。前智利驻美洲国家组织代表拉莱因说，相信他的许诺并投票支持他的人已经扬言，假如巴切莱特不兑现自己做出的这些承诺，智利将出现社会动荡。智利是一个铜出口大国，但部分由于铜价下跌，智利的经济增长已经放缓至接近四年来最低。尽管面临经济困难，巴切莱特还是保证在上任头一百天内推动他雄心勃勃的计划，开始五十多项改革。我们向公民承诺要实现重大的政策目标，推动迫在眉睫的任务，我们说到做到。改革议程的中心是为学生提供免费教育直至大学。尽管他目前在议会享有多数，而且我相信他能够实施一些改革，特别是教育制度改革，而我不认为他所推动的是学生们期待的那种深度改革。学生们没有耐心，所以我想这会是他将面临的挑战。巴切莱特表示，他打算利用国家的铜资源和提高公司税率来支付教育开支。巴切莱特说，他的全面改革将缩小智利富人和穷人之间巨大的差距。巴切莱特2010年结束第一个任期时，民众支持率非常高。他向帮助他再次赢得总统选举的选民保证，要推动深层改革。但随着经济前景日益暗淡，他如何兑现诺言，现在还不得而知。